来，这个已经快要变成那个黄河了，它整个哦网子都水面都比这个还高了，这个网子要清洗或者是把它换掉了。怀疑这堵的话水很稳的，是还好哦，换这个就还好。好，来拿起来哦，这一根顺便洗一洗。哦，还要洗，这个够乌的。哦哦，我来看一下换掉好了。哎，这我有消化菌的，不是赞成直接换着刷换，直接换掉了。上面我的气管顶还够，一块一块，剩的。上一块的，那个不洗的。然后这一块就有一块小的，这块我来看，也换掉好的介绍，屌丝。哎嘛，桥拢遐大块，怪小，拢无加好个嘛。那么大块吗？剪断，瞬间，哦，还得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样就好了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对，还记得那个冲冲的，哦，忙到快翻了。装上，好，直接个卡起哩 ，OK 啦，小可翘翘，但是这尾啊久来就会沉落来。这个活性炭烧的太那个了，这个拖过去，不管它了，打开，翘起来这管顶碰碰就好了，你看。水就不会积了，对不对？我这一看啊，你转水声，我温度也看一下，哦，怪怪哦，也是也是。这海面我刚才当初唔知道，敢那有个速度的款。熊海啊，这个弄到水之后，它就会沉下去耶。哎，你这地方，我水温来叫麻起来。这样就 OK 了，谢谢收看。